喂，爸，我李彪。哎呀，爸，你先别骂人，我急事儿。哎呀，是关于我姑的事儿，她。梁叔，您能出去一下吗？我跟我爸有点急事儿。咋的？爷俩还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真的大事儿，是关于我爸给我找那后妈的事儿。那行，那抓点紧啊，长途费挺贵的。你快来吧，我姑出大事儿了。英子姐，哎，双儿，要走了，要不今晚你过来陪我做个伴儿？李叔、李婶儿能乐意啊？在我屋他们管不着。行。哎，你过来坐会儿呗。不了吧，太晚了。反正你回去也睡不着。你过来，我拉琴给你听。行。嚯，这家伙赶上飞檐走壁了，以前你怎么没露过呀？我爷不让，你也就是不用心。我天天在房后练功，你没看见过，以为你知道。你会武功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你会飞。会飞啥呀？不就是比你跳的轻巧点吗？哎，你想听什么？你坐那儿，我给你拉。英姿啊，哎，婶儿。英姿啊，谢谢啊，还是你心细呀。哎呀，哪有妈不疼孩子的？双不也是被逼到这步了吗？让你为难了。没事儿，那孩子招人稀罕，跟我可好了。你看婶这腿呢，也动不了。其实呢，我早就应该到那个院儿啊，去看看你，跟你道声谢。你看让这个不争气的，跟你闹的，这一出一出的，让你遭罪了。婶儿以前呀、啊、是错怪你了，有什么磕磕碰碰的，婶儿在这里呀、啊、跟你说声对不起了。没事儿，婶儿，我这人心大。妈，甭说了，英姿啊是咱们自己人。行了，你俩唠吧，外头风大，我把这窗子关了。哎，好嘞。东西都收拾利索了？都利索了。你的包呢？我的就别拿了。双说的对，我要是跑了，他们再撵去。来，英子，你想好咋办了吗？走一步看一步。这次啊，你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咋说呢？我这心里面真觉得对不住你。哎，不过你放心啊，我向你发誓，我这辈子非你不娶。行了，别说废话了啊。你要是有那个心呢，不说你也能做到。没那个心，说出大天来不也白扯吗？其实有时候我想想，我要是你，我能怎么办？想来想去呢，也只有这一条道。哎，为了报这个大恩，你只能舍自己的人。这说明你没把我当外人吧？这么想啊，心里还挺舒服。什么这么想啊？事实就是这样的。在我心里边，咱俩是一回事儿，你就是我的人。哎，这咋说呢？哎呀，知道了，快拉吧。行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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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这咋的了？大壮明天要成亲，搭灶台呢呗。帮忙的人喝酒呢。英子，虽然我知道你会两下子，但是我这心里边还是挺担心的。那咋整啊？双不走了？要真不走了，那双还不得急死啊？再说了，这事情都办成这样了，要是不走了，那前面办的不是全都白瞎了？那就是说嘛，还不是把我豁出去得了吗？行了，快拉吧。喝起来，喝起来，来来来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啊！哎呀，哎，吃吃吃吃，大家听听，吃嘿，你听听，周家老二的胡劲儿，那揪的可真带劲儿啊！哎，明天走得了走不了，他还不知道呢，真还有这闲心呢。他是勾搭李英姿的吧？大哥，你也不管管。那管啥呀？啊，人家今天还是李家的大闺女呢，是话不说。这理儿啊，是这个理儿。自古到今呢，姑娘出嫁那么可心的没多少。上轿之前有那么点的小故事呢，那也不能说是不正经。没出大事就好啊。哎，对了，这大壮上哪儿了？这酒过三巡，他得给大家伙敬点酒啊！那小子呀，没出息，早早就睡下了。嘿，我呢，代表我们全家敬大伙一杯。大壮呢，可是咱们老刘家自家的孩子啊，都是各位看着长大的。咱们都是刘家人，甭管出不出五福啊，都是实在亲戚。明天的事儿，哎，我就仗着大伙给我撑腰了。行不行？都给我动静啊！行，来，喝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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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茂才啊，大伙儿说了这么多了，你总得表个态吧？表啥态？他的事我管不了。那你是不是他爹呀？是，是也管不了。你说你啥玩意儿？八棍子都打不出个屁来，就人家老李家都跟着你丢人。没招，我让你姓李的。我踹你！我走。茂才啊，咱们刘李两家也斗了十年八年了，虽然咱们斗不过他，可也不能这么低气呀、啊，总不能把咱家大姑娘送给人家天房是不是？而且还是个瘸子。哎，我也不乐意，我都跟他断绝父女关系了，他就是不听，没招。跟他说没说呀？明天咱们送姑娘，谁都不去。嗨，人家早料到了，人老刘家。那天拿车来接闺女，那还治不了个他了。你回去告诉他，他明天赶上这车就不是咱老李家的人。咱这屯子里姓李的都不认他。明儿臭了他，都不认他，都别理他。哎，这话我早说了，可人家说了，不让姓李就跟着姓刘了。我走了。哎，茂才，茂才。哎呀，说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这闺女的事儿啊，咱也管不了了。明儿啊，他们家咱也不去，老刘家。也不去，那不好吧？较劲归较劲，这婚丧嫁娶，人情往来的，老刘家可没落过咱呢。那是，这么整，以后不就断道了吗？那怎么了？那去啊？怎的？谁乐意去谁去，不乐意去不去，这行了吧？那这半宿不白扯了吗？不白扯咋的？英姿那丫头，除了老爷子，谁能弄住她呀？行，散。哎，周老二这胡气儿拉得还不错。行了行了，够丢人的了。切。
快点啊，大伙都给我精神点。哟，子午，哎，你开庄了？哟，七叔，你咋来了？哎呀，要走了，咋的也得送送吧，是不是？子午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你这一走，不知道啥时候还能见着，总得给大伙打个招呼吧，是不是？是是。哎呀，得得得得，来，大伙搭把手啊！谢谢了啊，谢谢啊！快快快，谢了谢了谢了啊！谢谢。哎，栓儿，烟。啊。哎呀，甭客气啊！谢谢。哎，装了。你撒手你！撒手你撒手你撒手！干啥玩意儿啊？一大早吵着把火的。这不是你要上车吗？我寻思过来看看，可他就不让。看他干啥？我没这闺女。你看他，你看他。英子呀，你还有啥要收拾的没有啊？没有。那就穿这身了。咋了？不挺好的吗？你给妈说实话，要是不想嫁的话，妈帮你从那后窗户跳出去，孙总的高粱地就出屯子了，先到你老舅家躲两天。那人家跟你要人，你咋整啊？那我顶着呗。要人没人，你能把我老太婆给吃了？妈，我哪儿也不想跑，哪儿也不想去。那你可想好了啊？我想好了，你就听我的吧。一会儿外边再怎么闹腾，你也别出来。出来啥呀？这不你爹逼我到东院你三叔家去吗？唱空城计。那我爹啥意思呀？那不表明个态度呗，管又管不了，那就不管了呗。你呀，这回把你爹给伤透了。反正这回我对不起你俩了，行吧？你听我爹的，赶紧去吧。那我走了，快走吧。哎呀，那你一人行吗？你在这磨蹭啥呢？快点出来。来了。行，我行，放心吧，赶快去，快去快去啊！那走了啊啊。都差不多了吧？哎，都好了。得嘞，那谢谢了啊。哎，七叔，这车都装好了，您看是不是让这大家伙让让，我们这车好过去？急啥呀？都大上午的啊！七叔，这院嫁闺女，等着看看热闹呗。真看不了，这司机下午还有事儿呢。司机是县城的。哎呀，你放心啊，耽误不了。这车跑县城也就两个多点儿，是不是？这给大伙上根烟呢，是吧？我。栓儿，栓儿，给大家伙发烟，一人发一盒。哎呦，快快快，发烟！这还是红握手牌的啊，大出血了，一毛五的吧？这烟也发了，这个你就让我们这车过去呗。你这啥意思啊？你以为我们刘家就差这一盒烟呐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刘家。差的是一位媳妇，媳妇明白吗？啊，话又说过来，今儿个走不走，不在我们，在这一段，只要他老老实实上车，我们啊立马让道。媳妇，这，哎，接新娘的车来了啊，大伙儿就接上点。你以后，快点，让司机发动车，我背妈去啊。七叔，你这是干啥呀？让人让一让呗，我车好过去啊，我们又跑不了。干啥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！我们刘家总不能鸡皮蛋打吧？再给你说的明白一点，今天如果李英姿不上车，那周双也白想走，自个寻思去吧啊！车装好了，装好了。您这啥意思啊？您这么堵着，我这车出不去啊。我这迎亲呢，你们家搬了，这院子归公了啊。英姿，英姿，时辰到了。喊啥呀？哎呀，英姿，你咋这么会捯饬啊？
整得跟七仙女下凡似的。大壮，你小子可真有福气，哎，这比周双还漂亮。杨助理，哎，你咋来了？他们逼我来的，孩子我抱吧。那计划不行了，杨助理来了。你今天真好看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配不上你。敌敌畏也没带吧？啥也没有啊。哟，小两口嘀咕什么悄悄话呢？英姿啊，有话到家说。来，咱先把正事儿办了。周五，这车装好了，你咋不走呢？那不是那个刘叔，把这个马车堵在这儿了吗？不让走吗？啥意思啊，刘主任？英姿，你叔叔我这么做是有点不地道。但是我们老刘家出一口进一口，我不能不掌握着点吧？啊，老七呢？抬张桌子出来。来来，走走，抬桌子。你赶紧到村口去等我。啊，赶快去，你在这不好办事儿。我对付得了他吗？不是，快去。哎，你人能成啊？壮，快点进屋把妈给背出来。啊，没问题。快走吧。那行，我村口等你啊。杨助理，这是啥规矩啊？啊，这是国法呀，婚姻登记。杨助理，哎，来，你请上座。恭喜啊，李营长，咱们今天呢喜事快办。是啊，今天大伙儿都是见证人。刘大壮，你是自愿跟李英姿结婚吗？我。说话呀，大壮！我自愿，自愿，咱们就在存根上按个手印。不，他先按吗？哎，谁先按不一样啊？你这人磨叽什么呀？哎，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哎，哎，你别搞！哎，你松开我！哎，接着整，接着整。李英姿，你自愿跟刘大壮结婚吗？你先放周双他们走，结婚证一扯，我马上就放他们。咱们先把手续干完了，这么多人等着喝喜酒呢。杨助理，大家都等着喝喜酒了是吧？快点。李英姿，你是自愿跟刘大壮结婚吗？你先把他们放走啊！哎呀。你放啊！摁了我就放。等等！李五，我爸来了。让开！李英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规定，结婚必须男女双方自愿，谁也不能强迫。你要不愿意，就跟我们走吧。哎，等等，你们是哪儿的呀？我省公安厅的，我叫李德胜。省公安厅也不能来抢人家儿媳妇吧？我们这儿正办结婚登记呢，就差按手印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大队干部，也是李英姿的老公公。哼，还是个干部？那你一定知道婚姻法吧？知道。我还宣传过呢，可问题是呢，李英姿和我儿子刘大壮结婚是双方自愿的。英姿，你是自愿的吗？不自愿是吧？不自愿咱们走。老七，愣着干什么？别带头闹事儿啊！这是警察，你我看今天谁敢拦，把棍子都扔扔。科长，下来，走，站住。李英姿，你我管不着，我孙女我管得着吧？把孩子给我。哎，给我。双，把孩子抱走。抱走。我不要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李英姿是孩子的后妈，已经自愿的带了好几天了。他现在不自愿了，那我也就不勉强他了。这孩子呢，还是让他亲妈抱走，啊。那个英姿，你走你的，啊，
双要把这孩子带走呢，我们也不拦他了。这合情合理吧？你这带有胁迫性质，我要是不让你走呢？那你们走你们的呀。不过周双，你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你前脚走，我后脚带着孩子找你去。我让这孩子进城找他亲妈去。警察同志，这合法吧？你们警察也不能拦着人亲生母女见不着面呀。这我们没有办法，走吧。庄儿，把孩子抱走。你是不是这孩子妈呀？滚！走开！英子姐，你走吧，跟我二哥说，照顾好我妈，这辈子欠你们，我还不了了，下辈子我再还你们。拦住他！双，双，双，放开！放开！行了行了，都别闹了，别哭了，孩子我带着，不就按手印吗？英子姐，不能！哎，这就对了，接着整。英子，你冷静点啊！这首映医院，你跟他可就是合法夫妻了，想清楚。英子啊，你千万不要按！不能，放开我！不能按英子姐！英子，你千万不要按！周婶，我想明白了，再这么闹下去也没个头，听我的，带周双走。李营长，恭喜你了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。哎，老七啊，哎，哥，起乐。好，那个喇叭浆子吹起来啊！吹起来，吹起来，吹起来！英子啊，我们家欠你们老李家的太多了，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，我跟双儿啊，给你磕个头。哎，周婶，双儿，来，过来，给你英子姐磕个头。行，这个头我受了。磕完这个头，从今以后，大家两不相欠。啊，行了行，对，意思意思就行了啊。多多，过来。双儿，这胡气我留下来了，跟你二哥说，就当他随礼了。李月，上车。这些年，我跟丽人男朋友谈起过这段故事，他们每个人听了后都义愤填膺，人人骂我二哥混蛋。他们都说，这事儿如果换成他们，无论什么原因也不会舍弃自己心爱的人。我问他们怎么解决，他们天花乱坠地说了很多种方案，可没有哪一个
能够比真实发生的故事更让我相信爱情。妈，妈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哎，英子，英子，英子，栓儿，英子呢？哎，英子姐呢？英子姐嫁给大壮了。啥？嫁给？咋回事啊？他把手印给摁了。站住！干啥呀？不干啥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的事你别管。你当我想管你啊？躲开干啥呀你？就不是个男人，太自私。你为了你自己的家，忍心看着那么可爱的姑娘委屈的嫁了，还那么爱你。告诉你小子，如果我不是警察，今天让你满地找牙，你信吗？我的事儿你少管，我回去看看去。给我站住！干什么呀你？人家结婚证都拿了，手印都摁了，你还闹腾，有用吗？那我也得看看去。拿住他！干啥呀你？哎。干啥呀？想打架是不是？打架我可不怕你，我告诉你啊，让他们躲开。怎么像头活驴似的呀？躲开！不可理喻！真想打架是不是？我今天这……哎呦！别跟我耍驴啊，小子，还打不打？姓李的，你打人是不是？有本事今天你就打死我！哎哎哎！来呀！来呀！哎呦！服吗，小子？实话告诉你，如果我是你，绝对不会把自己心爱的姑娘往火坑里扔。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，先送你妈回城，以后的事儿，以后再说。啊！哎，有本事你就别再说。哎呦，耍什么混蛋！起来，揉揉屁股滚蛋。站住！我知道你心里边难受，我知道，啊，哥心里边也不好受。咱先不回去，妈还在车上等着呢。啊，咱先走行吗？咱先走。他们这么做值吗？值。你才20岁，好日子在后边呢，值。英子姐怎么办？英子没事，英子姐真的没事，别说是刘富了，整个屯子加起来。也治不了的，先回家，妈等着呢，妈等着呢，别让妈担心，这事交二哥了。来来来，你们别哭了，快快去啊！你嫁给他啊！哎呦我，哎呀，五叔啊！哎呀，快快快，请快请快请快请，同喜同喜！哎，好好好，快请快请啊！坐坐坐，哎。英子，你这整啥呢？光光的。啊，我钉个钉子。哎呀，你这新娘子怎么还抡起斧子了呢？这斧子是刘做的，做斧。啊，我动斧。行行行吧。
英子啊，这花生可不好吃啊。是，火小了，没咋熟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这花生啊有讲究。你说你都吃了咋整啊？啊，那我不吃了。哎，那你是不是饿了？我给你整点吃的去啊。不用。那行吧，那你撑会儿啊，等外边人走了，咱们就开饭啊。啊。这事儿弄都是刘家人啊，一笔写出俩刘字儿。干干干干干干！哎，刘总，哎，刘总啊，大壮呢？大家伙费劲巴拉的把他媳妇儿给劫回来了，怎么也得陪大家伙喝一杯。是是是，我说我这就找去。大壮，大壮。我大壮叔在工地呢。停！啊？上哪儿了？我大壮叔在工地呢。啥？谁说的呀？我亲眼看着的，来坐席的半路上我碰着他了，赶车走的。我问他去干啥，他说上工地。啥时候的事儿这是？没放席的时候，都老半天了。那你咋不早说呢你？大壮叔不让说，他说等散了席再告诉你。这完了！那车上拉东西没有啊？有几个口袋。哎呦，坏了坏了坏了！那是工地的口粮啊，谁给放行的呀？保管员呗。哎呀，这老李家一家人呐，不帮忙还净添乱呢。行了，从今往后啊，这个刘李两姓就是一家人了啊。那个谁，老五、老七，来啊，这登上车，赶快追。好嘞，不用了。我去追，我骑马快。哎呦，你去哪儿行啊？你是新娘子呀？新郎都不在了，还做啥新娘啊？不，婶儿，孩子在屋里睡觉呢，一会儿醒了别忘了给他换尿布啊。哎，那你让他赶快回来啊！你让他，我俩上工地了。不是，洞房还没入呢。工地入呗，革命婚礼。不是，哎，英子。哎，刘凤，刘凤，这咋整啊？你看这事儿行不行啊？妈，行不行呢？眼下也就这么地呗。是吧？咱记灯了，这人娶房子来了，是吧？剩下咋整？让他们小两口自己倒腾去吧。来了，喝喝，温儿娃，温儿娃，快快！进来喝，进来喝，喝啊！今儿一个也光秀，来来来！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那边结着婚呢，新郎官跑了。你拉倒吧，我啥新郎官啊？聋子耳朵摆设。你摆设不摆设的？那现在咱俩合法夫妻呀、啊。你上后边去。啥意思啊？你这是？你让我回去啊？这是？过去。你真不想回去啊？我敢吗？我回去。你是不敢还是不想啊？不是，你怎么挺大丫头啥都说呢？那咋了？就是你现在要跟我入洞房，那是你的权利，合法夫妻吗？行了，你别逗我了啊！我也不上套，早看明白的了。你心里头啊，就有周老二一个人，因为他啥都能豁出去，别人根本进不了你眼。以前吧，我没觉得你这人咋地，后来细品了品，别看你瘸。心眼儿挺好使，比你爹强百套。咋说呢？我吧就耽误这腿上了。嘿，说你胖你也喘上了，这那咋的呀？那我也有理想。你看天上飞那个飞机，就拉白线儿那个，
我小时候吧，我就想，我要长大了吧，我就开飞机，就在那个蓝天上，我就自由自在的飞翔。要能赶上战争就更好了，什么那个抗美援朝啊，打小鬼子呀，我就跟敌人我就拼，我把子弹打没了，我就拿我飞机，我撞他们飞机，我跟他们同归于尽，我英不英雄？英雄，没想到你还挺有志气。哎呀，就因为那一针呢。你也知道我小前学习也挺好。哎，拉倒吧你啊，一般啊，不比你们都强啊。你说打完那一针腿瘸了，飞行员也当不了了，我这理想就破灭了，念书吧我就不上心了，行了，这辈子吧就顺着冷宫捡豆包了。后来吧长大点了，我就寻思能找一个不嫌弃我媳妇儿就行。但不怕你笑话，那时候我还寻思过你，哎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呗，你这不吃着了吗？拉倒吧，我敢吗？我再崩了牙。行了，你啊，你周双多好啊。是周双是好，没说不好，那多好，又漂亮还白，还会做饭，还会唱歌，心眼子还多，对我还好。那我跟他吧，我这辈子我可知足了。是后者生个姑娘，我爸我妈挺不高兴的，但我觉得没啥，那咋的非得生个小子呀？这辈子双的跟我过就行呗，反正我跟他只要能在一块儿，我做牛做马咋的都行。可是吧，人家是城里人，咱们是乡下人，就像那个两股道上跑的车，你知道吧？那他走你舍得呀？舍得啥？能舍得吗？真的就比挖我眼珠子都难受。可你看他天天的吧，这哭哭啼啼的，憋憋屈屈的，那心里头不更难受啊？讲话了，加汗加汗，穿衣吃饭，那人家跟你不就为了过两天好日子？那你要是不能让人舒坦，那就撒手呗。这老爷们儿吧，要是为了自己，让自己老婆憋屈，那日子过得也没啥意思。没想到你还挺爷们儿。啥爷们儿啊？就喜欢呗，就爱呗，就。哎呀，这爱呀，真不是个玩意儿，折腾的人要死要活的。哎，林英姿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别生气啊。说呗。你说你对那周五吧，那是真好，是吧？啥时候也没有。可他对你，能换出一边大来吗？不知道。咱们这乡下人呢，就是太实了。小妹妹送情郎啊，送到了大门洞。尊一声老天爷，下雨别刮风，刮风就不如下点那个小雨儿好啊。下小雨儿能留我的郎啊多待那几分钟。哦哦Want to drink? 你想喝点什么 ？Water. OK. 这地方你经常来吗？我很少来。我只是个穷学生。周五，现在怎么样？啊，他挺好的。他，该毕业了吧？他被学校开除了。开除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吗？不是因为你。是因为他旷课太多了，那还是因为照顾我是吧？不是，他是因为老办我们家落实政策的事儿，往县里跑，所以我劝他了，可他不听。那现在事情办成了吗 ？Please, thank you。成了，他们可能现在都回城了吧？你跟他们不怎么联系吗？联系啊，前两天周五还给我写信呢。